去，对，有点变招，这个程度还是至少练习。然后你分一般的心情、心态哈，你把它当活人状来练啊，不要以为哦，一定对方是很强悍、很猛烈，你才有收获啊。而且他现在那个招式细致度也很好，然后就比你现在这样一直打就对了。我已经看得出来你有吸收的地方。对，哎，对。一分钟啊，对，那你现在提示的很好了，关键点提一个字、两个字、三个字、一句话。有时候他打道理，你说可以，对啊，打好，打得对，让他觉得说，哦，不会不好意思啊。对，对啊，你现在破解他，你没有让他有种太过的挫折感，哇，我都招架，哇，被破解，然后让他。被你破解之中学到东西，现在圈手换手很好啊，Bruce 啊，你也不错啊，他都很明显啊，圈动啊啊，太好，对，很好。两分钟啦，对，继续继续，对，对啊，你有时候，一直有声无声，大声小声，你对对对，这个气氛他会有信心一点，啊，然后有继续打下去那种了兴趣啊，那如果打起来冷冰冰的哦，哇，很僵的，你就没有办法诱导对方啊。对对啊，漂亮啊，很好啊。对对对对啦对啦，啊，对对对对，有时候他讲一时不明白，你就把那手带过来，啊，就好像我跟你练的时候啊，漂亮。三分钟哈，哎，好，这样才像练咏春的内容。最好用风的，风速已经。对，风。那如果你现在轻松自然打，招式又练成功，又不会搞得自己太累哈。对，很好。如果拼起来会太累的话，就学习领悟感觉就打折扣哈。对，他有时候提醒你不等于你，哎，对，他不等于说让到你毫无威胁就成功啊，他也会反击啊，对，对，漂亮漂亮，漂亮哦，对，这样才像咏春啊，四分钟哈。对啊，哎，好了，太好了。哎，再来，再来，再，对，再来，对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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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！哦，摆一下事情。对，继续继续，对。不要一直想那个不够好的地方，你想你已经够好的地方。很好啊，好，
粘好对冲，对冲拳，对冲拳，汪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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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